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这是中国古代最为常见的18种冷兵器。对于每个习武者来说，能够熟练掌握这18般兵器，就意味着达到了极高的武术境界。而对于中国漫长的冷兵器发展史来说，他们的集体亮相则象征着冷兵器发展的巅峰。史学家认为，18般兵器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宋朝。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一概念既没有出现在军事强盛的汉唐时期，也没有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明清两朝，而是偏偏产生在军事上屡战屡败的宋朝。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史称北宋。但是宋朝从刚一开始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飘摇在风云动荡的时局之中。在它的北方活跃着辽金西夏3支少数民族政权，这些草原民族政权的军队拥有强大的骑兵力量，他们擅长骑射。宋朝的北部边关一直处于烽火连天的状态，战马匮乏，骑兵力量薄弱，一直是宋朝军事的一个软肋。于是宋太祖从政权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大力研发兵器，尤其是步兵对付骑兵的武器。于是冷兵器到了宋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在北宋的京城汴梁，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兵器作坊，他们负责生产刀枪弓弩等兵器，工匠多达10000人，产量最高时这些作坊可以一年生产出30000多件兵器。宋朝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几乎动用了全部的血本。也正因如此，中国冷兵器的巅峰时期到来了。对付灵活机动的骑兵，最好的武器依然是却敌于百米之外的弓弩。这些远射武器在宋朝被应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杀伤力最大的床子弩了。这种弩并非由士兵直接发射，而是用绞车的机械力量将巨大的弓弦拉开，操作这种弩的士兵达到了7名之多，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460米以上。历史上床子弩创造的最大辉煌，就是北宋的澶渊之战。公元1004年，辽军大举南下，但受到宋军的有力抵抗，两军对阵于澶州。当辽军先锋官萧达兰外出侦察时，突然不知何处飞来一只长达2米的巨箭，正中他的胸膛，萧达兰当场丧命。这支神奇的巨箭就发自于400多米外的宋军阵地，辽军被这种强大的重弩所拒，最终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中国古代的冷兵器，尤其是步兵兵器，在宋代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阶段。所谓18般兵器，到此时已基本全部出现，而且趋于定型。枪被称为百兵之王，它是一种在长柄上装有锐利尖头的兵器。枪杆的材料则是白蜡杆，这是专门为制枪而栽种的树种，成材率很低，现在十分少见。白蜡杆不仅密度要比一般的木头大很多，而且柔韧性极好，使用时可以随招数的节奏而反复颤动，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就是一位使枪的大师，他持有一把名叫利权的大枪。利权大枪长达3米，却在岳飞手里变得出神入化，舞动时如蛟龙出海，令敌人魂飞魄散。史书记载，岳飞曾经提着一把单枪杀入敌营，在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岳家军也因此威震敌胆，从而获得汉山易汉岳家军难的赞誉。岳飞发明的岳家枪法可以说是后世所有枪法的鼻祖，只不过人们使用的不再是战场上的大枪，而是短小的花枪。后来就出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枪法，大体而言都是花枪，花枪就民间演练的花枪，很短小啊，特别是在武术打对子的表演中，你太大的长枪你根本没法做的。短的这种花枪呢，和单刀配起来，比如单刀进花枪这样的对子啊，那么它就很方便。所以现在我们在武术场上见到的枪100%是花枪。简最早出现在隋唐，著名的隋末大将秦琼使用的就是2把铁简，但是简应用最广泛的却是在宋朝。这是宋代的一把铁简，重量为5公斤，长约90厘米，简身并非铸铁，而是熟铁做成，这是为了在使用时不至于折断。精致的把手反映出它曾是主人的心爱之物。如果说简是一种用来对付重装甲的轻武器的话，那么锤则是能瞬间置敌于死地的重型兵器。京剧中有一出戏名叫《八大锤》，说的就是抗金名将岳家军的故事。由于岳飞的儿子岳云和另外3名将领都双手使锤，因此戏名定为《八大锤》。实际上当时的锤就是宋朝兵器中的骨朵。骨朵是在一根棒的顶部安装一个多面体的锤头，但是流传至今的则更多的是有着圆形锤头的骨朵。但是宋朝在致力于发展兵器的同时，对民间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管制政策。宋代法律规定，禁止私人持有刀剑以外的其他武器，如非法持有将被处以1年半的劳役。特别是对非法持有军队重要武器弩的，更是要给予2年半劳役的重罚。宋代的兵器管制对于统治者来说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以北宋末年为历史背景的《水浒传》中，当那些英雄好汉成为官兵追杀的对象时，武器管制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水浒传》中呼延灼以善使双鞭闻名，鞭是一种像铁棍一样的兵器，与简有棱有角不同，鞭是通体浑圆的柱状体。呼延灼的2条水墨钢鞭，左手的重12斤，右手的重13斤。鞭不像刀剑拥有锋利的刀刃，它主要是靠力量来打击，所以使用者必须是大力勇士。说起板斧这2个字，人们自然就想到了黑旋风李逵。在《水浒传》里，李逵性如烈火，力大如牛，他打法骁勇，一往无前，斧头砍起来势大力沉。斧18般兵器之一，属于重兵器，
刃薄背厚，杀伤力很大，舞动起来显得十分粗犷，颇有劈山开岭的威武雄姿。《水浒传》中的徐宁是一名使钩镰枪的战将，这种带钩长枪的始祖是戟，把戟横向的锋刃向内侧弯，就成了钩镰枪。这种改变最早出现在唐代，但到了宋代，钩镰枪的使用发展到了顶峰。在宋朝官军用连环马进攻梁山伯之时，梁山伯依靠徐宁训练出的钩镰枪队大破宋军的铁甲连环马阵。当梁山好汉被朝廷招安，钩镰枪这种兵器也引起国家的重视，它被列入到军队的标准兵器中。在宋代的五经总要里，钩镰枪的种类就有三种之多。后来南宋著名将领岳飞就是用钩镰枪击溃了金国的拐子马。宋代民间棍的使用极为普遍，从材质上说，棍可以说是兵器中最平民化的一种，它取材简单，长短皆宜，所以很多民间习武之人都喜欢用棍。尽管简单，但它却是最实惠的兵器。由于它兼具长短兵器的特点，不受招式变化牵制，使得棍在兵器中独领风骚。在宋代，棍成为缉拿罪犯的捕快的象征。《水浒传》中，无论是押送林冲的衙役，还是逼上梁山前的提辖武松，他们在办理公务时都要携带哨棒。《水浒传》虽为小说，但是哨棒在宋代流行的现象却是事实。公元1555年，中国东部浙江沿海，一场倭寇与明朝守军之间的对抗正在进行，结果明军首战失利。而这次失利除了浙江沿海多为丘陵地带，不利明军展开军力的因素以外，很大程度上明军是输在了兵器上。日本在引进中国刀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里，对刀的制作精益求精，每把刀都是由专业的制刀家族来打造。而对于明代的中国来说，刀是军队中极其普通的兵器，并不受到重视。因此无论从钢材还是制刀工艺上说，明军只能装备那些成本低廉的腰刀了。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路为止，地成册，行作笔，心当墨。记录无限，丈量天下。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公元1556年，戚继光接任浙江海防参将，他在浙江沿海招募士兵，进行严格训练，组建了著名的戚家军。同时他还针对倭刀的特点，对明朝军队的作战阵法和兵器配备进行了改造。狼筅实际上就是利用竹子改造而成的一种奇特兵器。戚继光命人把长达5米左右的竹子砍下，保留上面茂密的枝桠，
并在顶端安装枪头，这样狼筅就像巨大的长矛一样，将敌人阻挡在5米以外。同时，狼筅上面的枪头和竹子本身的枝桠可以攻击倭寇，令他们不敢逼近。他要的只是把这个倭寇固定住。我相信这个倭寇刀法很好，他会用刀把这些竹子砍断，他不傻的。可在砍断的过程中，一拥而上，他被制住了。有用刀的，后边还有用矛的，甚至用钉耙的，对不对？各种兵器一配合。那如果说倭寇呢，从其他方向进攻呢，他这个阵还可以从一列变成两列，什么大三才阵、小三才阵。那实际上来说呢，戚继光这个呢，他这个阵法，我们想象一下，他跟现在反恐部队的一个反恐或者一个特种作战、一个特种作战小组是太合适了，完全是异曲同工之妙。史料记载，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共10年，终于在1566年荡平了多年横行无忌的倭寇。戚继光也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明清两朝是我国武术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各种武术技法异彩纷呈，武术门派林立，而每一门派也都纷纷确定了自己的独门兵器。棍是少林寺最负盛名的兵器，少林功夫形成的早期就开始由棍。由于少林寺是佛门圣地，僧人要以慈悲为怀，不能持有刀枪剑戟等铁制兵器，所以只能使用木制的棍。随着少林寺将棍作为武僧习武的主要兵器，少林棍法也逐渐成熟起来。剑则是武当派的代表，武当剑法源于明代，相传为著名道人张三丰所创。这种剑法吸收了道教文化思想，能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以养练功。而远在四川的峨眉派，其代表兵器之一是极其古怪的峨眉刺，它又被称为玉女簪，是由女子的发簪演变来的。舞动时，左右手各持一支。在实战中，峨眉刺常常出其不意，成为峨眉派令人畏惧的独门兵器。公元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清军中八旗兵向来以骑射为本，兼习刀枪等器械。中国的冷兵器在此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随着清军入关，社会矛盾逐渐突出，许多反清秘密会社在各地蔓延，大批反清人士习拳练武，积蓄武装力量。据说许多暗器在这时开始大量被反清人士使用，成为他们重要的刺杀工具。今天我们能从很多武侠电影中看到对于暗器的描写，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暗器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置人死地。那么它们真的存在吗？它们的功能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在武侠作品中，据说最为阴险的暗器要数血滴子。这种传说中的暗器可以远距离取人首级，实际上血滴子并不存在，与它最为接近的暗器应该是乾坤圈。它的外缘上有很多尖刺，重量在2公斤左右。这种暗器据说是蒙古骑兵配备，他们利用奔驰中的速度在大力投出乾坤圈，使得这种暗器异常凶狠。这民间武术家们也都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就遵守一定的道德底线，用这种手段来伤人，恐怕不是中国武林的传统。
啊，只有一些所谓小说中描写的绿林人物啊，啊，那么他们用。在正统的武术观念中，暗器是没有资格被列入十八般兵器的，但他们也的确成为了中国冷兵器中一个极小的门类。在历史上曾经流传过的暗器中，有飞镖、飞刀和袖剑等等，但现在他们都难以寻到踪迹。今天在体育的最高学府中国体育大学里，我们见到了一种历史最悠久的暗器——弹弓。不过现在它已不是攻击对手的致命凶器，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武术表演器械。在历史上，弹弓曾是十分厉害的一种暗器，这种类似弓箭的兵器使用的是铁制或泥制的弹丸，原本是狩猎之用，由于圆形的弹丸在飞行时悄无声息，不会像弓箭射出的箭足那样由于速度快而和空气发生剧烈的摩擦并发出犀利的声响，因此弹丸更不易引起对手的警觉。弹弓曾经成为江湖上用来偷袭或是看家护院的常用暗器。当火器开始在大清帝国的军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时，冷兵器也渐渐退出战场。这时刀剑这些昔日的主战兵器大量流入民间，从而推动了民间武术的大发展。而今天那些冷兵器更是成为人们争相收藏的对象。在刀剑收藏家黄甫江的家中珍藏着数千件古代兵器，而在其中一件看似很普通的宝剑却蕴含着非同寻常的故事。黄甫江手里的这把剑是清朝末年一把普通的军官佩剑，但就在这把看起来十分平常的剑身上却醒目地刻着两个字：赤魔。为什么会出现赤魔这一句？当时我也觉得很奇怪，最早也是出于只是跟朋友的争论，当然后来我就把这广贴在世界上发一面了嘛，有了这个网络拉近了大家距离，说这个照片这样，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很有意思，是一个美国的相剑师，大家想不到吧，在美国现在这么先进的社会还有人靠吃相剑，就是帮你看剑还有干这碗饭的，是一个美国人，当然据说也许有华籍的血统之类的。他跟我说，他说您知不知道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很多人把我们叫做鬼，叫我们叫魔，赤魔是驱魔斩鬼，实际上呢中国人民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帝国主义这些侵略者吧称之为魔，称之为鬼，所以我说呢这个赤魔呢是一把驱魔斩鬼之剑。就是这把普通的清末军官佩剑却成为中国冷兵器无奈的象征。鸦片战争后，清朝很多将士把八国联军称为魔，并都在自己的剑上刻下了赤魔的字样，他们试图用这把剑来降服西方的火器，但是这种愿望终究没有实现，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冷兵器终于被杀伤力更为强大的火器所替代。回首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我们无法不对那些书写历史的冷兵器肃然起敬。上古时代神幻传奇的青铜宝剑，大汉将士寒光凛凛的环首长刀，隋唐帝国豪放刚烈的大刀，康乾盛世豪华精美的佩剑，至今都成为全世界冷兵器的绝响。中国古代兵器走过了漫长与辉煌的历史征途，尽管他们早已退出了战场，但以刀剑为代表的冷兵器
仍然是武术爱好者必不可少的器械和收藏家们的最爱。今天，中国古代兵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极大丰富着中国武术博大精深的内涵。迷雾重重，一代女皇为什么首开武举先河？出人意料，高中武举却为何不愿从军为将？匪夷所思，大明王朝为什么从未开设武举殿试？鲜为人知，末代武状元怎样捍卫大清江山？请收看下期播出的大型纪录片《中华武功之武科及地》。